我的豆花上面有草莓，就是粗细不太一样。这台相机也太 Q 了吧！60英法，然后它现在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我的手机也是这么可爱。最近 NSN 超流行的这间店，就是那个韩国鸡的 take out 这样，我们来试看看，今天晚餐就吃这个了。它有蛮多味道的，然后它是自动点餐，但我是不知道它是怎么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一起试看看这样。超神奇耶，这是什么店啊？而且它要从哪里拿东西给我啊？我拿到了耶，太神奇了，真的是太神奇了。它是从里面有一个毛毛手给我的，我等我会上那个旁边的影片给你们看，反正超可爱的啦。然后这个有炸的 tteokbokki 跟卡拉鸡这样子，回去配啤酒喝。卡鲁库弄的 Q 啊，什么妈妈，我是麦西马秀。我之前应该有介绍过一次这间饭店，然后我只要是一个人，我都会住这一间这样。这里面是胶囊旅馆，所以要安静。房间开箱。我今天的家，如果你们是一个人来的话，它也有这种一人房的，这个的话就便宜500到600日元。今天入住的房费呢是2500块钱，然后呢他会付一个那个2000块钱的 Sapporo 酷棚。我觉得2500块钱付2000块钱的酷棚，所以实质上他只收我500日元，我觉得超级无敌便宜的。而且他这间有附大浴场，我之前有介绍过，所以就不详细跟大家介绍，就大概看一下就好了。然后我今天跟中森太太玩的超级无敌开心，他人真的超好的。如果你们有喜欢他的话呢，我把链接放在下面，你们可以去订阅他的频道，他儿子跟他本人，反正他们家的人都超级无敌可爱的。然后我还去买来这个 tteokbokki， 这个超好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娃娃的手伸出来，然后他伸出来的时候我就吓到，然后他还跟我这样挥手，我不知道有没有把那影片放下，反正我就看起来超好玩的这样，今天一整天都超级无敌开心，欢迎参拜。这间韩国炸鸡店在网络上还蛮有名的，意外炸的脆脆的年糕超级无敌好吃。他们这边还有早餐啊，是要另外付费，但是因为我不吃早餐，所以我就没有跟他特别订。他这边还有付费品，你可以自己拿这样。最重要的就是耳塞，像这种便宜住宿就很怕旁边人很吵，所以你耳塞一定要拿。你们看，昨天中森太太她给我这个台湾的零食，它真的超可爱的，像确定是 check house。然后我跟你们说，她附的耳塞我真的有用到，因为昨天有人半夜2点在整理行李，真的是吵到一个不行。下面是可以放行李，然后如果你打开的话呢，里面有附拖鞋这样。然后我刚刚不知道，所以我自己行李箱里面有放拖鞋，我就把它拿出来用，然后这个又要放回行李箱里面这样。
他这边房间里面能充电的就只有两个插头跟 USB， 我觉得有一点少，所以呢我还有带我的电脑去楼下公共区域插插头充，这样就那一台，不然的话就没有电可以充。生浴场，如果有不能泡澡的人，他有独立的淋浴间，备品也蛮齐全的，空间很宽敞，重点是他有温泉。一天很累的时候，就是很想要泡一下温泉跟桑拿，他这边都有附，我觉得还不错。洗衣机也是有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跟你们分享一个我的小知识，就是我每次用完一个化妆品都会擦一下，之后才会放进化妆包里面，所以每次都会被朋友跟男朋友说我有洁癖，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不是洁癖，对不对？这是洁癖吗？难得拍化妆的片段，主要是想要回应一个网友问我的问题。我的护唇膏是用这一个，它只要1500以内，真的超便宜，而且润色程度超好。接下来要介绍这个饭店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它有附离子夹跟吹风机，整体的座位是蛮多的，然后厕所也很多间，你不用担心就是别人在等你之类的。那因为有附离子夹，就对于我这种自然卷的人就是超级无敌贴心，我每次出去都一定要用头发，不然就会像麦克风一样。如果你怕你就是带卡出去会忘记，而且它还有那个柜子的锁，这下面锁柜子的锁，因为这一个门是没有门锁，它都是自己打开的，所以就是如果你有贵重物品，就是要放在这个床的下面这边。这边有微波炉，然后有卖自己的商品，然后这边有放备品。你这边有一个可以自己一个人坐的区域。这一间，我这次是住各个房型的，然后我们之前我跟玲玲一起来住的时候就会选这种，也是很便宜这样。大家早安，结果今天一身都是昨天买的衣服，我真的很难得买那么多，然后就是悠悠叫我回去还是不要算那个买衣服的钱，可是我跟他讲说不行，因为如果不算的话，我怕我今天还有一天，我今天会买的就是更多，所以我还是回去看了一下，好像12000左右，就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贵啦，所以就今天还是可以再买一下下这样。那叫什么三妈，不是什么老干妈的辣椒酱，因为我本来库存有三个，然后有一天就是说好像今年吧，我突然吃火锅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辣椒酱没有了，所以我就想说如果要上网订的话又要等一阵子，还不如刚好这次要来李小璐就顺便把它买了这样。老干妈换包装了，反正我就是要找这个，是吧？是老，不是，这是老干爹。我好难过，老干妈嘞，老干爹是什么意思？我好难过。什么意思？哎，老干爹是什么意思啦？我不要买这个，我要老干妈。这是什么？锵锵，睫毛膏，随便选啦、啊。因为我真的没有睫毛膏，可是我又很想要用睫毛膏，真的超难过的。在那之前，先去找老干妈，我忘记要找老干妈这件事。老干妈，这边是怎么啊？对对对，因为东京后等要搬家了，这一栋要打掉，然后搬去老爷爷那边。你们如果听不懂我在讲什么的，你们之后就知道了。反正就这一栋之后就没有了，要搬家了这样。哇，这个价钱，这样加起来3000块，等一下我得倒贴1000块。枪，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最后 smile coupon 吧。我跟你们说，结果那间店不可以使用那个 Smile Coupon。其实我是没有很喜欢在外面吃饭的人，就可以的话就吃简单一点，因为晚上回去还要煮给男朋友吃这样。但是我发现那个 Hokkaido 那个 Smile Coupon 就是 Sapporo Valley 的 Smile Coupon， 就是那一张，它只能用在饮食店跟 Omiyage 啊。我就住在北海道，我要拿来买什么 Omiyage 啊？所以我就看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那个上面有一个台湾餐厅，然后我就想说那是可以买个台湾餐厅的东西吃看看。所以我现在就是要走地下街去 Sapporo Aki 那边吃那间台湾餐厅，看一下正不正宗，就挑战一下这样，用那2000块钱。
最喜欢的那一间百元商店，最近增加了很多饰品类的。你们看，因为要 Halloween 的时候会有很多南瓜跟枫叶，反正就是都是这个颜色的装饰，这样超 Q 的，好 Q 哦。好美哦，盆栽的店呢，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里面都是盆栽。我要去台湾料理店吃东西，吃早餐。这间，这间真的超可爱，超级无敌可爱的。你们看，还有卖肉，它是写那个福尔摩沙这样。嘿嘿，好好玩哦，好可爱，超可爱的。我明明就一个人，然后给我一个这么大的位置。台湾的甜品吗？是吗？不是芒果吗？是以及锅吗？哦，它有加豆花哎，豆花以及锅 banana ice。哦吼，吃过哎。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是我的 coupon， 我已经拿了好多次了，我真的很想把它花掉，但花不掉。然后我是来吃台湾料理店这样子，超可爱的店内真的是粉粉的。它是 Choto no Miseto。可以喝酒的哦，有台湾啤酒哎，这边还有浓米厚仔，是要喝多少？嗯，夜市鸡排、花椒啊，给通花枝排骨饭。这间店超妙的，明明是台湾料理店，然后放的是韩国的音乐，这样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有炒小袋，天哪，这是认真的吗？有那个猪肠，但这个感觉也很好吃，只是怕很雷而已。台湾的这个小肠，好期待，我超期待的，我期待的不要不要的。你们说这看起来有没有很台湾？我有闻到八角的味道，说不定超级无敌台湾的。我觉得是台湾的，我觉得它的味道有点太辛香料，有八角味有点太重了，所以就有点没有那么像。但是就吃牛肉面，然后配上韩国音乐，这点真的超级神奇的。然后旁边都是粉红色的，也超级神奇，这样没办法形容那个感觉。辣油加多一点，爱吃辣。爱过诺油，塞塞塞，爱过诺油。而且韩国歌谣还是唱日文的，也是很神奇这样。反正就一整个组合超级无敌神奇的。面是好吃，如果你们就是没有吃过台湾正宗的话，就会觉得好吃这样。我也是觉得就是八角味有点重，面是真的好吃，是扁面这样，然后又有牛肉，它的牛肉又卤得很软，难得做小苦雷波，大家见谅哈。真的好吃，好吃，好吃，但是就不会说是台湾味，就台湾风嘛，台湾风的面这样。有啊，有做，如果十分是像的话，我觉得应该有六分这样，六分像。但是窗外的风景真的好棒哦，这样子看着人走过来走过去，超棒的。我的豆花上面有草莓，然后我点了一个很标准的珍珠奶茶，黑糖珍珠鲜奶，它的那个装饰很像春水堂哦，希望味道也像春水堂。完食，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你们看，今天天气又不好，到底是谁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吗？真的是。我的是这一个，如果你们有喜欢的话。你看，给你们看，我最推的这个 Foria Nula 3， 它是按一下之后它会自己震动。
我觉得这个超好用的，而且它上面跟下面就是粗细不太一样。你们看这个，这个好小哦，太可爱了吧！这是一家人呢。你们看这台相机也太 cute 了吧！而且它是会自动对焦的，我好心动哦。它体积也没有像我之前那台那么大台，它应该也是可以外接那麦克风之类的，毕竟它麦克风上面已经有一个了，感觉好像还不错。这是 Sony 的这台。360 Insta， 然后它现在那个，因为它出好像要出新的了，所以它现在就有点内档杀给了。这个 Pocket 2， 我的这一台，平常相机都是这一台在拍的，我真的觉得还挺好用的。对，你们平常看到那个画质，就是差不多就是我这一台的画质。我喜欢的是它的防守震的功能，就是因为这样子晃，你们有看到吗？这样你们看影片都不会比较不会晕，所以我才买这一台的，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买这一台。我拿了这一台的 DN， 这一台真的超吸引我的，重点是因为很轻，这一点真的超吸引我，因为我那一台在家里面拍的那一台真的是虽然拍得很美，但是真的是超重，所以我就想说要不要把它给卖了。这个 G7X 跟 G5X在犹豫，我刚刚看了一下画质，我真的觉得刚刚那台真的超赞的，那台最近真的超红的，但我觉得画质没有刚刚那台好。Uniqlo， 我每次帮男朋友买好看的衣服，最终的最终都是他都会把它穿得很难看，不知道为什么。跟你们偷偷说一下超好笑的，就是我帮他买了很多裤子，然后就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他的那个衣柜里面多了一件我根本就不认识的裤子，然后那件裤子我真的个人真的觉得超级无敌丑，我就看着他，我说这件裤子是从哪里来的，他就说那件裤子是他用 point 换的，就是用网络 point 换的这样子。我说你怎么会换这个裤子，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你要穿这个裤子，他就穿了，我就觉得我很像跟一个做工的工人交往这样。我回去给你们看那件裤子，真的是我真的看到疯掉。我刚刚看了这个，我觉得超级无敌漂亮的，这个颜色就很秋天啊，橘橘的，对不对？然后它就卖完了，然后我看了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可是很像我今天买的那个眼影盘，然后就剩很多这样，所以我就超犹豫的。这颜色超可爱的，孩子们，虽然我不是美妆 YouTuber， 但是这个颜色真的超中我心的。这个盘超 cute， 它是磁吸式的，好可爱。价钱还行，打折。结果又跑来看锅子了，天哪！这些锅子都好棒，它不管大跟小，里面都有那个花纹，可以让你的肉炖的，就是可以保温更久，就可以让它炖得更软。这样，果然锅子还是我的强项。好美哦，天哪！它这个应该是可以站起来的那种，可以站起来的那种，但就太重了，哦，举不起来，举不起来。24、28，我喜欢用28的，你们看就知道，我影片每次都是用那种最大的锅子炒，28的比较好用。跟你们说，我刚刚看的那个 iPhone 14，它的那个镜头真的太神奇了，它是可以一直近到这边，就是已经碰到地上了，它拍的还是超清楚的。我的手机每次到这边的时候，差不多就开始糊了这样。照相功能，你们看。到这边，到这边为止都是可以看到的，对不对？都是清楚的，然后一样，拍到这边就会模糊，就糊掉了。我现在要去买一个小朋友最近很流行的玩具食玩，然后是一个妹妹跟我说，就我们家邻居妹妹说，如果我有去札幌的话，可不可以帮她买她想要。然后我就说好啊，姐姐买给你，走走走，姐姐买给你玩哈，反正也不贵啊，其实就只是个就是食玩这样。这里，
这个听说就是电视上面说超好吃的，所以这个我想说要买，都是4月28，买一个这个。可以吃的印度调味料，只要跟饭拌在一起就可以吃，还可以跟面包拌在一起，听起来超神的。然后这个就是妹妹想要的食玩，这个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给5岁以上的小朋友可以玩，它就是放上去会啪哩啪哩的这样子。回去一个给你们示范看看，一个给小朋友。那这个买一个，没不知哈瓦伊的没不知打的。我跟你们讲一件我超难过的事情，就是我今天一整天都找不到老干妈，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今天等于我这次回去台湾，可能得从台湾扛老干妈回来。我之前看到的店都明明都有，然后今天都看不到，一间都没有。有卖的竟然卖老干爹，我的妈呀！我是现在是强迫认干爹，就是。小猪餐店给我们两个自己用，很可爱耶，它是 pink no buddha。 这样我们一个人一个 set， 今天晚上就用这个给他看。好可爱哦，你看。我们家现在用的那个蓝色就是在这边买的，然后我超喜欢的它那个质感。我要买一个你们认为超废的东西了，因为我们最近锅子换成那种就是手把夹的那一种，然后就是可以直接把手把卸下来放在餐桌上，所以就想要换一个就是可以这样子垫着，不让我的那个锅子直接接触桌子的盘子，就是它了。你看它的摆设就是这个功能吧，对吧？所以我没有误会它吧。基本上都是买餐垫，因为我们家餐垫已经用一年了，是真的应该要换了。而且上面就有很多什么辣椒啊，然后什么咖喱啊，就是因为很容易泼，所以真的是可以买新的，又没有必要就一直这样子用脏的。因为没有辣椒真的很痛苦，所以我决定就是买这个。这是酱底哦，这是辣椒吗？这是酱底，是老骡子，老驴子哦，算了，买这个吧，买这个啦。小鱼香，现在我买了冰咖啡，然后行李也整理好了。我决定今天晚上回去还是要做菜，所以我只买了一点点。给你们看我跟你们抱怨的那一件裤子。Presento。可愛いでしょ？見ていっぱいある。見て見て。我刚刚正在感动，我煎出了一个跟动画一样的。我就是觉得这颗蛋，你看外面焦焦的，里面圆圆的，它就是一颗圆的，很像画的蛋啊。然后我男朋友说还好。然后我今天买的跟我昨天吃剩的炸物，我有请他帮我冰冷冻，所以就是回来再庆一下，应该还是可以吃的。然后跟 Steaky， 这个是昨天我男朋友的朋友来然后带给我们吃的。姜，我要去。这一盒要800日元、欸、我请他称的时候，我真没想到那么贵。希望很好吃。上面还有柠檬。